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就要同大家介绍呢个点样接东南西北啦。系啦，你就会见到佢咁样，佢喐啊喐咁啊。教大家，首先我哋接咗噶嘛，系咪？嗱，我哋重新再咁样同大家讲啊。首先，系啦，我要整翻好佢先。系啊，会有少少柴，因为我接过去啦。首先咧，你可以用，你可以向咧呢边，或者咧向。依邊接先嘅，其實冇乜分別，但係你接完一邊咧，你就要向相反嗰邊啦。OK， 然後咧，等我接完先，你會見到咧有痕噶嘛。然後咧，如果識大家識接飛機嘅話，就好似佢咁啦，就會咁樣接咗佢先。首先你接依邊，然後再接依邊，跟住咧就咁啦。然后再接，然后再接，咁样咯。然后咧反翻去依边冇嘢嘅，再咁样接。你可以转去正方形，然后咁样接，好似飞机。但系咧有啲人咧会咁样讲，啊，我中意咁样接喎，其实都得嘅，但系难少少啫。所以我咧就会用正方形嗰个方法。接完到依度啦，点样整咧？嗱，就会整翻去个正方形咁样啦。然后咧，你唔好用依边喎，你一定要冇中间线嗰边。然后咧，佢要接正方形，所以咧，你净系会见到依度嘅，唔会见到中间线嘅。你唔会见到佢中间会有条线嘅。然后咧，其实咧，你就要拧住下边啦，就会见到咧可以开嘅，嗰个位置就啱。然后咧，我咧就会用个方法咧，就系咧首先用咗左手边，然后先整右手边。因为咧，如果你整咗右手边先咧，系应该会难嘅，所以咧我就会整右，我就会整左手边先嘅。然后咧，首先你会用，你会用手指公啦，同埋第二只手指咧，就会咁样，咁样嗱，指甲向出边，咁样。然后依边都是一样，指甲向出边。然后依度咧又系咁样啦。好啦，然后你咁样完咧，有机会你用个下排嚟顶一顶佢，就会容易啲，因为佢比较新嘛啲字。然后咧，你跟住咧，你就要咁样折佢，咁样即系上面嗰个就要向下边，下边嗰个就要向上边咁整啦。咁佢又整完东南西北，教大家点样玩咯。是我是听我啲朋友啊嗰啲玩咧，系咁玩嘅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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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系咁玩啦。咁咧你可以有第二个执法，因为我个执法就系两只手指擘开啦，然后咁样玩。但系有第二只三法咧，就系咁样睇下先，依三只啊。哆咪咧，就會插入依度，然後就會咁樣整。但係依個係比較好啲嘅，係依個比較好啲，係啊，就咁樣接東南西北啦。